猫猫走了。出去玩了几天，猫猫出了意外，家里人带它去看了医生，医生说是体内有寄生虫，吃了药但是还是没能挽救它，身体越来越凉，用了电热毯，几个小时后就彻底不行了，很是难过。我走的时候还好好的，回来就这样了，心里说不出来的难受。前几天还跟兄弟姐妹一起玩呢，转眼间就离开了。无法再握紧你的手，牵过的梦。走的时候还在吃奶呢，给点奶粉在路上吃。猫粮也给一点。家里也没有什么其他猫零食了，都给米粒拿宠物医院了，再给点鸡肉干吧，小可爱。最后一个鳕鱼条也给你吧，希望你下辈子会很幸福。再见了小可爱，记得点赞关注，爱你哦。